久没有来这边了，今天就来这边吧。然后外劳烤肉，不过垃圾好像变少了，应该是有烧掉了。好啊，试试看吧。
放在这里，这样子，这个要变我们。病恹恹的。
啊，搁一只。反正要死掉啊！那一只死了。他怎么了？全部那边正在排水，唉，对啊，那是外来种，但是呢，也不应该这样子吧？那红魔鬼都在那里。族群很庞大，超多的。白的嘞。太多了啦。太多红魔鬼了，所以那个原生的鲫鱼跟这个西哥数量会越来越少。所以如果有来，你有钓到这个红魔鬼的话呢，就是处理掉，生态会比较平衡，不然竞争太强。这个原生鲫鱼跟西哥比较难以这个跟他们竞争。好啦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